要加一，要加一啊！要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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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我嘛，过过来二十冬啊，大条话啊。哎哎哎，新厝啊！哦，你要载咧？你也无阿讲嘛？他讲话是不会大声，不会凶，但是就是一些坏习惯。因为我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。我老公那时候就是等于说刚认识不了解嘛，他算是好让日夜颠倒的生活，他就出去都赌博，几天不回来。刚开始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嘛，一个字都不懂，台语是来这边才学的啊。我早阮阿母讲要甲提姜啦，姜啊，安尼炒菜的姜啦。我冇得讲我伊啦，他听不懂吗？没办法。真多过来，伊讲要姜啦，要得讲啦。以前的生活就好像地狱般，自我设限一个地狱，就是说吼，别人走不进来，我也走不出去。就这样自我封闭，就是重度忧郁那种。自己问自己，我为什么啊？为什么要来台湾？为什么要这样子过的这样生活？就是常常会想不开啊，会有轻生的念头。1998年的时阵，大陆的广西桂林并无富裕。出世在遮的秦雪英，常常听人咧讲，台湾是一个宝岛，生活繁华佮便利，嘛有亲情嫁过来了后，有真好的婚姻，所以就希望家己嘛会当来台湾开始新的生活。伫经过朋友介绍相亲了后，伊嫁去家己的宝地。只是伊想袂到一个决定，煞予伊十几年来过甲残存地甲同款。这个是薄荷啊，啊这个是说蚂蚁草啊，这个是那个柠檬鼠鼠尾菊啊，这个泡起来那个茶很甜，所以还有甜菊，是买来种的。是他拆解录音带的螺丝。坑家，要坑顶管了，坑家。大姐，你要顶无？你以前在家的时候在种花吗？有种菜，很少种花。只是过来这边无聊的时候种一下吧。种菜跟种花不一样。差很多哦。种花它开花的时候看起来心情很好啊。那你平常一个礼拜有多少时间在这？一个礼拜哦，如果有八天的话，我八天都会在这里。只是新华乡结束之后，就是有空的话，我就会留下。啊，如果时间赶的话，我就去上班。几乎一天。
跟除了薰华香，至少都会来一趟。因为佛堂大多数都是我跟你林师姐两个人在打扫嘛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可能是没有空吧，所以我有空的时候我都会早上留下来打扫佛堂啊。哎，如果没有早上没有打扫的话，就下午有空的时候就会扫。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等于说刚认识不了解嘛，我老公说了一大堆坏习惯嘛，他都不在家嘛，他算是好让日夜颠倒的生活，他就出去都赌博，几天不回来，每天都是自己忧郁，这样子就是在想以前的生活，就好像地狱般自我设限一个地狱，就是说好别人走不进来，我也走不出去。心理上抱怨最多的就是他赌博，然后又喝酒，然后又常常不回家，又不工作。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说，他带着我儿子每天去赌场。所以说好，那段时间我也有去工作，因为好身上没有半毛钱，我必须得工作。我一天工作12小时。是一个月的才2万多块，然后他就是我大伯也有帮忙，可是哈、那种心情真的超不好，因为哈、我大伯他们一家人都看不起我先生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的话谁看得起你？所以导致说我心里也不是很好受啊，就是很低落啊，然后我又不敢打电话回去说跟我父母亲讲。问题就是说哈，如果今天我没有小孩子的话，我随时说走我就可以走了，我不会留恋半点。但是小孩子已经生下来了，我看到他这样，如果我把小孩子丢给他，那也是完蛋了。其实也是有常常跟他讲啊，可是讲没有用啊，他这样子的话不会去想他会怎么办。可是我常常会想我要怎么办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闷在心里。扫地扫地扫心地，不扫心地空扫地。那个水灿那一年嘛，就是有去看那个演绎嘛，然后看那个演绎结束之后，我觉得他经文里面的那个意义好像还蛮不错的。就是第一句他的经文，我觉得真的就是浮浮沉沉大海中，所以就后来有听上人说，我们的人就像在那个沉在大海中，快要淹到我们的嘴巴了，我们的心都还不自知这样子，所以觉得心迷茫嘛，啊。花的心，这个嫩的要撕起来，它这个要撕下来以后，外面这一层这样子撕下来，然后就吃那个心，然后很好吃，用炒的、煮汤都可以。我们家乡市场很多都卖呀、啊，在这里没有啊。不吃，因为我摘回去再撕的时候，他们每个人过去都问说，吃到不上他们家很香。所以吼都我说这个很好吃，他们都没有吃过说这个很好吃的，他们不知道吃，不懂得吃。
草就长很高。所以像早上我熏火箱结束没有回去的时候，我都在这里拔草了。这个草长得比菜还快。哇，哇，这边蛋多哎。那以前小的时候，我老妈说你为什么不要跟这种人离婚呢？以前是有问过类似的啦，对啊，问他为什么会嫁来这里，就比如说问他为什么会想要跟我爸结婚之类的这种问题吧。为什么你会问这个？啊，因为我爸给我的感觉就不是很好啊，然后其实我就不是很喜欢我爸、啊。然后就会对我老妈说：“为什么你会嫁给这种人？”有抱持的这种疑问。以前有的时候是大概只有晚餐时间才看得到他而已。现在比以前好很多了啦，都是会回来家里睡觉啊。以前是就好像整个都泡在赌场吧。然后都不回家。放奖以后，你甲我同名字继承他的事业。即马是环保志工的用餐时间，请雪英的好心肖志宇买到三工，因为志宇对他小学都参加组织青少年成长班，这个志工真侪拢是看志宇大汉的。在嘉义布袋真需要居家服务员，秦雪英因为受到组织志工的鼓励，就去受训做居家服务员。伊拢是服务一挂阿公阿妈，有的人行动无方便，需要有人替伊摒扫、煮饭、洗衣服。做这个工作四年来，互伊愈来愈感觉这份工作真有意义。你洗身躯啊嘞！啊，你配只啥？红奶啦。啊，你配红奶食？有，我食不配红奶。啊，你饭是你家己煮的吗？我煮的。你伫倒煮？电锅煮啊。食。伊啊，我来用伊啊。吼，阿妈饭我甲你烹啦。唔免用安尼。用安尼会倒未？你我来用安尼。阿妈，遐西瓜先摕来。啊。西瓜。啊，有一粒歹去嘞，咧流汤出来嘞。头先。真正，你去遐看。这一粒。我唔知嘞。敢知影？敢。来去遐看好不好？可以说是我在做居服员之前，我都没有很多话，因为以前我很抗拒讲话的，因为居服员毕竟你要去跟老人家去沟通，而且沟通的不是说敷衍。沟通的时候，你要用很真诚的心，用很细腻的心去观察他们的某一个动作。阿妈，你咧食饭无？没了。没有，好啦，你食啦，我先把你涂骹流流啦。啊，你一粒西瓜歹去，要摕出去无？去了安尼搞，去你做搞。去做搞，拢啦。菜菜啦，菜地啊。哎呦，还有就是社工。因为他们问的哈，就是也是关心老人家，就是细节问得很细，所以说哈，这份工作让我觉得说，真的改变我是蛮大的，会去观察老人家人跟人之间相处这样子。啊，恁家当时要老了？恁家当时要老了？啊，恁大兄几岁哦？95哦。啊，身体有好无？阿妈，你的
裤无裤通穿哦。阿英啊。啊？我即领衫仔穿无偌久啦。无，遮阁有啦。啊，穿短。短个啦，吼、哦，遮较凉。他没有洗衣机可以洗，所以他都会吼、哦，就是每次来的时候都换很多裤子。啊，所以换裤子的时候，等于是说，我就每次礼拜一来的时候都要洗很多裤子。以前我们小时候洗衣服是在那个沟里面，有没有那个流动的水？从山上流下来那个小沟里面洗，不是到漓江洗的，因为漓江有一段距离，所以没有去漓江洗。我做这个有时候看到吼，真的是，我常常在想，也许有一天我老了，会不会比他们更严重？现在有些人吼，就是有儿女陪伴嘛。啊，有些人没有儿女陪伴，所以哈、哦，我常常想，以后我老了会不会怎，会不会这样？也许有一天我会更惨。做居家服务员，和秦雪英有一份稳定的薪水。做主席，让伊心灵有了寄托。想到较早，一个查某囡仔抱一个台湾梦，决定嫁来嘉义布袋，却得到一段痛苦的婚姻。迄个时阵，伊常常想要离婚。啊，毋过，伊听到正业法师讲，救一个人，就等于救一个家庭，嘛等于解除了一个社会隐患。所以，伊决定要继续打拼维持一段婚姻。后尾啊，我较早我过来也较无疼，迄阵红还阁少年嘛，红啊着乌白肿啊，下讲跋脚跋两三日较淡啊，甚至会去检查一寡有诶无诶，吼，迄是吧？来，我阁来伊服侍，所以讲无要紧。因为迄个过去唔对就唔对咯，安静都有改过来，无即个现象。啊，即咱拢无咧加啊运动，啊无阮拢一寡朋友拢会伫阮这巷仔口啊，啊拢到五点啊，暗时就开始练啊，啊唔爱对，迄个时间咱就行来出来运动。啊，你我真是习惯拢安尼啦，我就无爱去加恁练。啊，我著去运动，啊，我爱要啉，我暗时起来啉一下，所以会改啦。啊，想叫咱进，我著看到会先，著较无爱伊啦，我著袂想要去。我咧用淡水坐，看电视，啊无，遐坐一个朋友泡茶开讲安尼。啊，所以你会感觉就是，厝这以前较辛苦，还是可能较。啊，当然，我较放荡，伊就爱较辛苦啊，一定的嘛，一定会较辛苦的。啊，我阵较收敛，伊就较袂啊，因为伊嘛较放心啊。啊，阮翁就无去咧有诶，伊啊饮啦、博啦、创啊，吼，啊伊就较放心嘛。啊，伊拢较爱参与做些个代志啦，吼，啊，较种菜啦、创啊。我伊若要家己创啊，我就较知。啊，着吼看阮太太咧做这，会对做哩嘛，会去加减参与嘛。吼，啊看身边就有个人，吼咱让因做出来啥物，咱做会啥，啊咱有听嘛会看嘛，吼咱斗斗去修炼它。自然你着为新的方面去行，咱较早拢做了无好。啊，算讲咱都我那有年岁咯，我要六十嘛，吼，俺偷偷收敛糖啊，偷偷戒糖啊。啊，你小姐阿妈开哪的嘛？你去看药啊。走，赶走，走了一个是走，另一个是你赶紧走，不然走的是最大的惩罚是后悔。的确，我真的很后悔那时候来台湾。
所以我每天都这样子，我为什么来台湾？所以后来第三次人生最大的什么就是后悔，每天都后悔啊。现在就是想说还好有遇到慈济一样我这样子的话，心灵可以放得开，就是听上人的话，慢慢释放，慢慢释放这样子。这个是海，那边以前都是沙子，现在新生海补的，这全部那边都是后来填那个海盖的筹建的。没事的话，有时候我一个人会去海边去，去到外面那里，外海那里。你那边看什么？就一个人出去，那边吹海风啊，这里吹不够，还要出去更远一点的。不会陪你一起去走走？不会，我们从来没有说出来一起散步的，都是他走他的。你不会找他去？找他没有？是你不想找他，还是他不？因为他不在家。啊，因为已经习惯了，就是说好像习惯成自然，没有说刻意说两个人要一起出去的，就是他走他的，啊我走。十几年来，一个人感觉孤单的时阵，雪英不时的那哭那问家己：我是安怎在过这种生活？啊，不过这种日子，在伊家里住着做几工了后，渐渐变少啊。因为伊慢慢体悟到，虽然即马阁无法度放下，但是逐天会当听正言法师的开示，拢会当为伊回答心中的问题，嘛，让伊知影。未来的人生是要怎去走？你看每天下午到了这个时候吼，风都很大了。拢啊，都要中岛啊，遐都较有海风啊。你啊两三条，才出块老火啊，拢来遮坐啊，遮热闲啊。安着伫遐遐椅啊来遮坐啊开工啊。你现在都会去运动？我回家啊，行来回我反正三四公里有哦，可是要几点钟的啊？去到脚手啊，搁压一下，吊一下，我袂振动安尼，我袂转转的啊，脚手用一下先行去到遐，啊，搁当遐做一挂活动，啊，一只落六点。那你运动就是想找他？啊，伊就伫个上扎克咯。啊，按时拢六点外口有顿啊，若食饭饱就会使啦。就爱看伊食饭饱要叫我出来运动无安尼吼，啊出去行一下。啊，迄个时阵伊拢要看大海台啊。所以伊若陪你行，你是欢喜啦。哎呀，有啦，加一个伴。按时时间拢较袂拄好，伊拢四点啊四点外伊就去。就坐遐上早课啊！我嘛是有星期托过站边啊，需要我啊，我会过甲用啊，做会到的啦。我若要做这伊上满意的吼、哦。